日前，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访华期间，同中方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中方对匈方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的建设性努力表示赞赏，并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，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。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、明确的。有关各方应以负责任的方式推动局势降温，为尽早实现停火、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。近期，中国、巴西共同发表的六点共识得到超过100个国家的积极回应，其中第一条就是呼吁有关各方遵守局势降温的三原则，即战场不外溢、战事不升级、各方不拱火。各方都应冷静克制，避免采取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。